如何套路前女友一个亲亲？尝尝我这个，特别好喝。我不喝，你感冒了。哎，你不也感冒了吗？怕啥？你这个猪跟我这不一样。你这个猪交叉感染。交叉感染。我这可是咸咖啡，你肯定没喝过这个，你尝一口你就知道了。你是不是想跟我献殷勤结尾呀？没有脸，咋了？你能乐呵不？哈喽，没有哈喇子不正常吗？有个哈喇甜的，知道你吃不了苦，特意就是故意加的。真的吗？嗯呐，你尝。你就骗我苦。妈呀，那咱俩这不就间接接吻了？对哟、哦。就负责。咱们没有。那就有负责呀。来呀，文友。